A G 迎战 K S G 有变数，宝石流打法两边都没用过，谁输谁赢真不一定。明天我没想好看好谁，我有点纠结。因为我觉得快手就在第一场没有让我看到太多的东西，但主要还是因为公式这两个队伍都没用过。DRG 坏事做尽，小胖的天塌了，但感觉狼队好像真的只有 AG 能治 KPL 新瓜曝光， TTG 把自己完美了。就在9月6日 AG 迎战 KSG， 落幕等人都给后者写好了剧本，先赢 AG 进总决赛，然后让 AG 下去淘汰掉狼队，最后在总决赛再次相遇双杀 AG 夺冠。对此解说小鹿也是给出了自己的看法，他觉得 KSG 第一场并没有用出太多的东西，还看不出具体的状态，两支队伍的胜负手出在宝石流打法，因为两边都没有用过，那么谁要是更熟悉这打法，自然更有机会赢比赛。明天AG 打老祖，哎呀，我明天播，明天我没想好看好谁，我有点纠结。因为我觉得快手就在第一场没有让我看到太多的东西，但主要还是因为公式这两个队伍都没用过，我最近就在毒奶居多。然后就是小胖直呼 DRG 坏事做尽，因为是他们把宝石流带上了赛场，先是把自己给送走了，接着学徒 TTG 也完没了，如今这打法还没有队伍能吃透，却又不得不用。随后小胖还说自己的天塌了 ，Fly 把自己给卖了。或许狼队真可能只有 AG 能治。第二局打了这个我们说中野连体的这个套路，中路出学士宝石怎么样，就是你们自己打下来就评估怎么样，对于这套阵容的感受？感觉第二季坏事做尽啊。OK 啊， Fly 打电话给你这个半夜是吧，就是当时你们对于这套阵容聊了些什么呢？那是打马虎眼嘛，但是今天睡醒是有点天塌了，因为我感觉什么都还没做就已经被架上去了。OK， 就最后 KPL 新瓜曝光，不然在直播的时候有弹幕问题为什么离开，他直言当时就没有想过要走，却没有任何办法，只能说 TTG 把自己玩没了，不管是赛训组的决定还是管理层，他们这一步都走错了。当初为什么要走，你这问的我是不太想回答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就没想过走，但是没办法，你知道吗？只能告诉你们这么多，懂的都懂好吧。总的来说 AG 跟 KSG 的胜决关键就在于谁用宝石流更猛，又能吃透对方这打法。虽然这个打法很多人不看好，毕竟创始人跟学徒都倒了，但是不可否认他有可取之处，甚至以后有可能会成为主流。至于不然跟 TTG 都是输家，两边都没有拿到自己想要的成绩，一边觉得不然是破绽，另一边莫名其妙被放弃，最后大家觉得 AG 跟 KSG 谁能赢呢？